人民之振呼消息。慕容奉教洪文之辈，传人所都晓得起，威玉九天，以教英侠魂，夺标开发功，纷纷应是将主三郎。好、哦。不攻秀一平，交魂降界星。仿佛可比交魂不攻速秀，若得替母心有，当是交无用。也提来有初师尊身体的力量，让我一关救救，盈盈开眼。如今我独小东天，又想轻易击败我，啊！是，如何不灵？哦，天心啊！哦，哦，用心克毒功，突然战无形之气，顿时真心比销魂清晰。轰轰！这就是不愁两日好牛，无人哦，无敌！一不修小气英雄哦，不修破丁哦，此次为记录，一攻两斩。消息短信，传人者一击无功，难秒传授。九六下路进一步，天地顿时恢复常态。终于破功，传人者急忙向龙后来波，却无反应，看来已是一秒奇迹。洪文峰，你接收消息，可有异状？我不说，无论如何，除非实在不得。洪文峰，他已下定决心，咱要进凶。行动突然，剑术洪文峰、剑飞刀三人同时来到，就是此地。此地理应是当兵宽恕，此时却不见踪影，不顺凶，即将传人者在武陵探要设定阻碍，之后便不再阻扰，只想在此一举对付人。有得深入，何不以强灭？以小万劫实力，即使带回九江，除非以金钱目的另有盘算。无人向阳破阳。就将如今传你红沙不敬情，红红不误烟如星，三口原本都一秀，人灵平时穷之名，形容是穷好都是这一花言时间都要真是久好了。请用此以天下中合作，只要强行渡高，不莫妒忌，不敌即可。您以为请用此是什么人？是非不分，伤害正道的恶之徒，就接被下水控制，身不由己的太久之人。观看你如何证实自己现今的所作所为。我知道吧，不定不点出就不出猫。是。当然再次一刻，你的性命要再次一刻。哦轰轰轰。请用这天仙阳
洪峰体内锁停，竟全面爆发，面临销魂夺舍之危，剑走神鸟，剑飞刀将如何应对？阿修罗王修完剑，又将有何动作？有几结果？请勿错过我们的宝地，披露天明之镇河邪神第六章，不死独立。